精彩舞蹈表演，这是今年云林海线社区大学第一学期的成果展，在北港龙岗老店展开。社大都希望提供这些社区民众啊，有一个终身学习的机会。我们也期待社区民众呢，能够多来参与。今年海线社区大学开办的25个课程内容拢真精彩，其中轮椅、体育、运动、舞蹈虽然是今年第一遍开办，不过校园拢欢迎热烈。我拄到啊蔡秀惠吼，啊老师有一咱的社大那个开这个双轮舞，啊双轮舞我感觉袂歹哦，咱应该来参加参与这个样的节目，感觉用了感觉这边吼，有一个感受讲吼，阮站着是一只虫啊，坐着是一只龙啊。社大这个都是我们轮椅舞，都轮椅跟轮椅这样一起跳，我觉得我们这样轮椅跟轮椅这样一起跳互动反而更好，然后我们的运动量。两个都是同命相连的，他们都需要，我们都知道对方需要的是什么，这样在跳默契也更好。想要让社区新长者走出校外，让社区大学有了开办免费的轮椅课程，聘请专业舞蹈老师为台北来到这指导。我希望我把所有在台北的资源，甚至于说啊，我们可以一些政府的资源，能够相对带给我们比较偏我们的这边比较偏僻的乡下哈，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培训更多的那个国家代表队的选手。我们很谢谢哈，社大非常支持这个活动，所以不管是让朋友或者志工同学哈，都是免费的哦，可以参加。那我希望说有更多的志工朋友来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，但是我也希望志工朋友是有一点舞蹈基础。这位云林社区大学所组的轮椅舞团，今年将要代表台湾参与新疆亚洲奥运比赛，有机会摕下奖项，也希望大家能为因加油，争取公平。记者李克森，长报道。